你要是连高考都考不好，哪还有什么人生啊？我说的对吗？可是我真的很想去，你就让我去最后一次吧，好吗？最后一次。你记得那天我给你做时间表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？这一年的课外活动都得取消。要说起来，我只答应过你高二，没有说高三你还可以继续去天文馆的。 而且你想想，你去趟天文馆，一去一回，一上午的时间都不够啊，还没加上你这提前准备的时间呢，能做多少题呀？天文馆永远在，可高三的时间丢了，你永远补不上的。我当然知道您说的意思了，我也知道这高三很重要嘛，但是，那我也不想以后回忆起高三全都是做题，这脑子里除了题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 那样高三有什么意思？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怎么没有意义啊？还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呢，还要坚持努力，这样的优秀品质，这不都是高三一年修炼出来的？哪是意义啊？那是无聊，那怎么成无聊了？啊，按你这么说，妈妈是不是也是无聊啊？英子，你是不是觉得妈妈管你太严了？ 啊，要求太高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完全是在跟你作对呀？哎，英子，你是我女儿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咱们俩的人生理想应该是一样的呀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要为了去国家航天局而努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大清早的没这时间了，你赶快收拾一下，啊，把早饭吃了，还得早课呢，快点，别早课到时候迟到了。 把老爸叫出来就给你解决问题吧，说吧，什么事儿没有老爸解决不了的？我想跟您说的是，就我之前经常去那天文馆，他这周六要做中国嫦娥探月工程的专题科普讲座，我报名参选讲解员资格，为这我准备了2周，我好不容易选上了，我妈说什么都不让我去，我1哭2闹3上吊也都不管事儿。 1哭2闹3上吊，在你妈那儿不管用。你早年间我都试过了。你不是星期六吗？这才星期3啊，这不还有2天呢吗？我想办法啊，我看我怎么跟你妈说。真的、啊？真的。我就知道老爸你有办法，谢谢老爸。你快吃吧。好，吃吧，别噎着啊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小点口。嗯。老爸。嗯。你之前不是说你要搬过来吗？怎么没动静啊？ 你这说话不算数啊！谁说的呀？爸爸早就开始行动了，这是一个系列行为。你看，咱家那租户刚刚走，他不爱惜房子，咱们是不是得重新收拾收拾？你得刷个墙吧，对吧？铺个地板，咱们换点家具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爸爸已经在 APP 上现在找装修队了。你看看，这一旦决定好了，马上搬。 啊，那您可快来吧，不然我真的现在已经招架不住了，每天暴露在我妈的炮火之下。你知道方一凡他们家，方叔叔就每天给方一凡当子弹。我也想要个人肉沙包。爸爸回来了就是你的人肉沙包，以后这儿就是咱爷俩的避难所。那小梦阿姨怎么办？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吧？小梦阿姨想过来就过来呗，这不是问题。再者说了，爸爸两边住。 行，那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Yes。但是这事儿咱可千万不能让老妈知道。那当然，不然这完美计划可就泡汤了。爸爸懂了。悄悄的进村，打枪的不要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不见鬼子不挂弦儿。嗯。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吃到我妈所有不让我吃的那些美食了？爸爸做，想吃什么啊？那我要吃麻辣烫、火锅，然后小龙虾，然后、都有，爸爸给你做。啊，老爸，我太爱你了！快吃吧，快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进攻啊！好吃，好吃，英子，哎。 英子，过来，快点，你们先打你们的啊！哎，我说你怎么能来跟男生打篮球啊？而且我告诉你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说什么打篮球能长高，全是假的。而且我就觉得你现在身材已经不错了，要不然多好。你还说我？上回你那乐高那事儿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是，哎，您先歇会儿，您先歇会儿。我这不就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吗？这就是我给你的补偿。 就这一瓶苏打水，你就想把我给打发了？想得美！我都想跟你绝交了。哎，不，别绝交啊！哎，我都想好了，给我打开。2个礼拜的苏打水，保证你天天笑呵呵的。啊、1个月。别，3礼拜了。2个月。啊，不，就1个月，就1个月啊！1个月的这个娃哈哈苏打水啊，行不行？爷爷奶奶，爸爸，乔爸爸，上次那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到我妈反侦能力那么强。 我说你是不是猪队友啊？托你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好，你都不知道。我一回家，我妈面前摆了那么一摊乐高，吓得我差点一屁股坐地上。哇，这么刺激啊！那是相当刺激。我一共就玩了50分钟，我妈就给我没收了，中间还拍了张照片给我爸看，就是作秀。你妈这么厉害？哎，不过这种事儿落到我妈身上，她一句话不说，直接就一顿胖揍。 那才不跟你那么多废话。我倒觉得你跟你妈这样挺好的，直来直去，不像我跟我妈，表面上你说俩人看着挺好的吧，实际上就是塑料姐妹花，一碰即碎，一点就着。接着，你看这么多人不好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就想考得远远的，过一过人格独立的日子，拥抱自由。我也想自由。 你还不自由？不是英子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自由了？我现在就被五指山压着呢。当时我为了搬进你们院里，想尽各种办法，结果全被我妈一一击破，一点时间都没有。所以啊，现在在学校自习的时间才是属于我的自由时间。阿红，你还真想搬过来啊？啊！我还以为你说着玩的呢。行吧，晚自习去吧，享受你这唯一的自由时光。是啊。 为我们想象的自由干杯！为这虚无缥缈的自由，是，老王，啊，记住了啊，别跟他们打，打长不高，反正到时候你也找不着男朋友，没人家。再说，黄，去去，快！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没看大头的学习？不是，好东西，哎，好东西，快！你别碰我！哎，好，快，有好东西，你别碰我，这是好，每日坚果，当当当当。哎，你快点给我！你吃点吃，然后帮我看一下这道题。 15题，我让你打开。有吃的不给我？你干嘛呀？你这刚上完厕所都没洗手，你往我身上弄？这不是水是什么呀，大哥？哎呦，给我吃点。哎，那个，来，对，就这。你老来骚扰我们冲刺班干嘛呀？我找桃子帮我解道题。你怎么不找你表弟解？我表弟和桃子能一样吗？表弟。嗯，桃子呀。哎，桃子。哎。 好了，哎，你手机响了。啊，我妈没事。你妈你不接？我妈找我无非就那点事儿，她就是来接我和磊儿的，就让她急，这样呢，她就知道学校里家人。合着你这是故意赖这不走的呀？那你这为了搬家真是费尽心机啊！你这招够损的。嘘，别嚷嚷，这是我的周密计划。 我今儿故意让我妈来接我，所以我要做最后一个走的人。这样呢，我妈就会看到我的努力，觉得我累，心疼我。 方一凡，什么情况啊？晚自习到底结束没有啊？这都结束应该20分钟了吧？妈妈在门口等半天了，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，磊儿也是的，快赶紧出来，妈妈在门口等着呢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同学，你们那个晚自习下课了吗？我们已经下课了。哦。我想进去看一下孩子，到现在没出来。这个学校有规定，晚上是不让张扬的。我知道，我进去一下，马上就出来。 行吧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李老师，没事就好。我主要怕孩子出事儿。这晚自习到底几点下课呀？也没有具体规定时间，早点晚点都行。主要就是怕有的孩子家住得远，太晚回家不是不安全啊。这凡凡现在表现是不是有所改善啊？好一点没有？你还别说啊，最近表现还真不错。是吗？对。哎。 可能是在林磊儿那个班呢，过来看看。哦，在那儿呢。哎，妈。也不看微信，磊儿。啊，小姨。还在写作业呢。啊，难怪我给你们发微信都不回我啊。啊，光看书了，没注意。哦。唐阿姨好，英子你也在写作业呢。 啊，一会儿再回去。好，好，范范表现不错啊，知道学了。哎，不学能行吗？已经倒数第一了，没有下降的余地了。这叫什么呀？知耻而后勇。啊，那你快点，磊儿，你差不多你们把东西收拾了啊。嗯。一凡妈妈，我跟你反映个情况，这方一凡呀，晨曦老师最近跟我说他挺认学的。啊，是吗？对。所以作为家长，咱们就得多鼓励，多配合孩子。 好，好，好，哎，我们配合他这个晚自习以后是不是都这么晚啊？嗯，你们家住哪儿啊？我们住的挺远的，我们住北边。哦，哎呦，那是挺辛苦的啊。嗯，你说你这是2个高考孩子的家长，行了，我走了，这来回折腾够累的了啊。拜拜。哎，拜拜。我们这学校有很多孩子呢，他们都搬到学校附近来住来了，还有很多家长呢，就是为了高考就在学校边上租的房子。 你看，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，是不是也搬过来了？这孩子也方便了，你们也方便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节省时间嘛，哈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收了。这题还没算完呢。桃子，走了。啊，搬家？啊。 他这话有道理。他说，很多高中的家长都把家搬到学校附近的学区房，尤其是高三的，那么离家近，上学呀、下课都很方便，真的不耽误事儿。你说是不是啊？你这不能因为李老师这么说了几句，然后加上孩子这2天上学接送你有点辛苦，你就想出搬家这个事儿吧？这是不是稍微有点草率啊？草率什么呀？我考虑1整天啊。 你考虑1整天是考虑1整天啊，你也考虑到说磊儿。 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但是你也不能用搬家这种方法，这是太突兀了吧？我不是光为了磊儿，啊，对，我是为了磊儿，但我也是为了方一凡，我节省的是2孩子的时间，一个孩子节省1个半小时，2孩子节省3个小时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嗯，哎，你等一会儿，你一个孩子节约多长时间？1个半小时啊。2孩子节约多长时间？3小时啊。你这个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呀？啊，不是。 你一个孩子来回是1个半小时，2孩子来回也是1个半小时，你3孩子也是1个半小时，你怎么你要有10个孩子，你能节约出15个小时来啊？哎，我就是这么算的，我加在一块儿算的。哦，你是这个算法啊？行，你这算法，行，也有道理啊。好，就算你这算法合理啊，你这孩子这一天能节约3个小时，是吧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咱现在要搬到那边学校那边，那边就算是叫学区房。 学区房1个月房租怎么也得1万5、2万，咱们这一家4口得租个小3居吧，起码对不对？好，先不说这钱的事儿，就算咱决定要搬过去了，决定搬过去，你说怎么搬？咱们家这边家具怎么弄？是不是啊？这个电器啊，还有这些日用品，还有床啊，这灯，你这都运过去吗？运过去，你这边房子怎么办？租不租？是不是？你不带家具能租出去吗？你带家具租，那你到那边怎么弄？重新买套家具，买电器，又是一笔开销，而且买东西肯定是凑合的，是不是？生活质量肯定得下降了，是不是？我不高兴了啊！我就这么说了一嘴，你看你嘚嘚跟机关枪似的。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我没有说一定要搬吧。 你要是不高兴搬，可以不搬啊，就当我瞎操心。嗯，这个应该这么说啊，高考嘛，是吧？咱一切为了孩子，孩子能多休息休息啊。高三了，以高考为重，该搬他还是应该搬的，有道理。 方圆，你能不能有点立场？我一下午你就变，一会儿同一班，一会儿不同一班的啊！你墙头草啊？那我怎么办？那我肯定就是墙头草啊！我就是你的墙头草，你是墙头，我是草，我要墙头，你要草，这不就是个道理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不是，那你说，那刚才我说不搬，你呲我，你一下午我肯定想说那就搬，我就顺着你说，我顺着你说，你又批评我没立场，那我好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我的立场就是你的立场，你决定搬就搬，你决定不搬就不搬，我一切都听你的，行了吧？ 行，嗯，那我定了，搬、嗯、啊！媳妇儿，你有没有觉得蕾蕾现在有点不正常啊？早上起来吧，萎靡不振。 精神涣散，这现在怎么了？这白天也不太好啊。哎，磊哥，哎，磊爷，啊，凡，啊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下棋呢。下棋？跟谁啊？我自己啊。那棋呢？ 这儿呢，这儿啊！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！我这黑子快赢了，你别给我弄乱了。啊，这看来确实是有点问题啊，这出现幻觉了。蕾儿啊！小姨问你，你除了棋盘，你还能看见什么吗？啊！你还看见什么了？除了刚才看棋盘以外，我没看见什么呀？啊！ 啊，可以啊，那我来，来个这个卷儿，这个寿司卷儿，芝士虾和扇贝，我再来一个这个松茸汤，再来一个那个寿喜锅啊，就行了。哎，谢谢，凡凡，你点的多，下完了。哦，谁赢了？黑的赢了，黑的白的，你是哪个？俩都是我的。啊。 那我说了，你说，今天呢，虽然不是周末，妈妈还是安排咱们出来吃日本料理，啊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那妈妈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跟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。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啊，蕾蕾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睡眠不好啊，早上竟然醒不来，啊，上课又迟到，啊，坐公交车还这个忘了下车，所以就想着说我们全家人呢一起吃点苦，从一个大房子呢搬到一个小房子，搬到现在这个书香养院去，啊。 真的啊，这样呢，每天这个上学往返呢，能节约个40分钟到1个小时，可以多睡一会儿，睡眠质量提高了啊，这个脑子也就更好，学习也就上去了。听听你们的意见，爸妈，太明智了。你看，这样磊儿离清华北大又近了一步，哇，这学习肯定自然就上去了。哎，妈，我能上个厕所吗？ 上厕所还问妈妈，他这老问你，因为你管太多了。那你管啊？他又开了一局。家呀，这确实得搬。 没事儿，下吧。啊，接着下没关系。下。哎，是吧？睡觉啊？我还学习呢。啊，熬夜我。看什么中医啊？嗯，我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方子帮磊儿调理调理。哎呦，你别瞎担心了，没事儿，还是没睡好，睡两觉就好了。你这能不担心吗？老这么睡。哦，我忘说了啊，我要出差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就走啊？嗯。 哎，你们公司也挺奇怪的，那么多单身小伙不安排出差，安排你这个有家有口的老出差，什么意思呀？这个出差性质不一样，知道吗？这是公司谈并购，让主管级人去。一会儿我跟你说啊，这次并购要是谈成了，你老公我升职加薪，那就8、9不离7，指日可待了。我真的？哎，你知道公司同事都给我起一外号叫什么吗？叫方哆嗦。为什么叫方哆嗦？说我方圆到方总监就差那么一哆嗦。 哎，这话倒没错啊，是差一哆嗦。你赶紧把这一哆嗦给我哆嗦上去。我这不正练着吗？哆嗦是吧？磊儿，哥得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们我们搬家做的贡献啊！哎，你的贡献啊，大大的。我做什么贡献了？犯困。 犯困也成贡献了。是啊，你的犯困是压倒我妈内心最后防线的一根稻草。你的打瞌睡，你的睡觉，换来了我们以后书香雅苑的幸福生活。不是，表哥，我不是故意犯困的，我也不想犯困。磊儿，来，你知道哥为什么那么想搬家吗？不就是为了学校离家近一点，能节省一下路上的时间吗？对。 你说的都对，哎呀，我的小榆木脑袋真好。嗯，我怎么又成榆木脑袋了？哎，没有，跟你开玩笑了啊！来吃一个，来啊！哎啊，行了，好好学吧，我走了啊。嗯。姐，这是公司1到9月份的财务报表，我都整理好了，待会儿融资备战会上肯定用得着的。好，放那儿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哎呀，你姐夫这2天出差，家里没人，我还是得跟 Jenny 请1个星期假。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张这口。你又要请假？是啊。 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呢？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后路？什么后路啊？什么后路啊？不是上次他跟 Roger 告我状，还是你告诉我的，说我家庭妇女，我不是当着面怼了他几句吗？那事儿啊，那天他进来，你转的挺好的，他未必听得出来你在说的。是你傻还是他傻啊？他要连这个都听不出来，那他不可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。小静啊，不是我说你。 你真的得好好学习学习，职场有职场的游戏规则，在职场，你记住了，你再怎么恨对方，再怎么被对方气着，你都得忍，你不能把你的底牌亮给对方，你不能让对方知道你自己到底在想什么，你得学会保护自己，给自己留后路，别像我似的，动不动就跟人撕破脸，我这个脾气，撕完脸以后还得舔着脸去跟人请假。哎，你不是在追剧吗？嗯，像我这种性格，像咱俩这种性格，宫斗戏里活不过2集。 哎呦，这个事儿赖我，是我太八卦了，我就不该跟你说。嗯，要不然你不方便开口，我帮你去跟他说。你跟他说算什么呀？我自己去说吧。他放我假就放我假，不放我假我找 Roger。行吧，你走吧。都在这儿资料。嗯，都在这儿呢。哎，小静，哎，你以后再听到什么，你还是得告诉我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那必须的，可是你的人。 奴婢告退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去年咱们公司完成了第一轮的融资，那今年下半年第2轮融资就要开始了。公司非常重视这个项目，这融资也关乎着每个部门，尤其是咱们的财务部，所以公司非常期待咱们能交出一个漂亮的年审报表。 我和童总呢也向公司发起了军令状，所以下半年咱们每个人的工作量都非常之大。我让小金已经拟好了一份工作计划书，发到大家的邮箱里了，大家也都看了吧？看到了。嗯，这工作书里面呀，都有咱们各自的项目，还有咱们工作的时间以及节点。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疑义的话，咱们就按照这个执行了。 彤彤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没有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嗯，哎，我先把这个，今天你把这个衣服啊，签个字。哎，好。珍妮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还是要再请一周的假。又请啊？是刚休完假回来吗？哎呀，我也是没办法。 我不是把我侄子接过来嘛，这孩子有点不太适应，所以我想再陪他过渡几天，最多1周。文杰，那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，我知道。你说咱们俩加起来都忙不过来，你现在还要请假？不是，计划书我看过了，我来安排，我来这个部署，然后全部安排给小金。我想让小金来执行，然后我们3个建个群，我们随时沟通。不是，小金的工作能力你也知道，就交给他一人，你觉得你放心吗？小金没问题，他的能力我清楚，他是我带过来的，也跟了我这么多年。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他在执行。你老公呢？你老公他忙什么呀？他不管家里的事情吗？你家里不需要他分担吗？哎呀，他这2天出差呀，要不是家里这个情况，我也知道公司现在这样，我真的张不开这个口。行。 那我跟老大先说一下，谢谢啊，我也会跟老大说一声。结了婚真麻烦。是。哎，清早研究什么呢？方圆，哎呀，过了今天你可就是方总了。哎不，袁总啊？什么方总、袁总的？说什么呢？你不知道，金聚华公司来人了，老板办公室正谈着呢。啊？这么快？哎呀，还不是上次你去上海立了大功吗？ 要不按流程，怎么也得3个月、半年的吧？这刚才我们还说呢，得改改口了，得提前适应适应对你的新称呼。八字没一撇的事儿，先保持冷静、低调啊！别先瞎说去，万一没升上去，弄我没面子。总之，低调啊！没成之前别瞎说。 Hello， 没有加糖，没有加奶。你个大忙人怎么跑回来了？哎呀，你不是还有几天假呢吗？这不是第2轮融资突然提前了吗？我看群里面不停地艾特我，我说算了吧，赶紧过来一趟，把这些事情都处理了，我也踏实。然后也谢谢你这几天帮我扛了不少事儿，感谢啊！说实话，你走这3天，我跟干了3个月的工作量一样累。这小金每天加班到半夜都干不完，还得我来。 哦，我还没见着他人呢，我马上跟他交接一下啊！哎，我就在，一会儿有什么事情叫我。你别着急，坐，你先坐。怎么了？咱们是好姐妹啊，所以我有必要先给你打个招呼。是这样，从下个月开始，你的职位会有所调整，有可能会降一级。 我降我的级，谁的意思啊？你别误会啊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这是老大的意思。不过说实话，你最近的状态确实不 OK。你说你连续请假，这Roger都知道。现在咱们最关键的时刻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连续的请假，你也是撞到了枪眼上啊，也是赶巧啊。 这老大天天看着小金加班到半夜，而且他做的报表非常的整洁明了，所以他就提拔小金做了副总监，顶替了你的位置。提拔小金顶替我的位置，小金能同意吗？这 Roger 跟他谈了。据我所知，小金接受了。 姐，刚刚 Jenny 跟你说了那事儿是吧？姐，我也是才知道的。你不会恨我吧？姐，我觉得其实这未必是坏事儿。你看，你家里现在这么多事儿，2个孩子你都要照顾。 与其你2头都顾不上，还不如我先帮你把位置占着，回头等你家里事儿忙好了，我再把位置还给你。小金，你要不要脸？你要不要脸？姐，我不是你姐。哎呀，这你肯定是冤枉我了。你要是实在受不了，那我去跟 Roger 说，让他把这个决定撤销了。你现在还有这个本事啊？傍上 Roger 了，说让 Roger 撤就撤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 你真是挺有能耐的，我真是低估你了。不是不是，姐不是这样的。要不这样，咱们 title 是 title， 你以后还是我老大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事儿我来做，你看行不行？小金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教给你这么多东西，你最应该学的，你恰恰学不会，你给我记住了。 以后把心思放到业务上，别整这些乱七八糟没用的。你以为半夜发个朋友圈，弄个定位啊，让老板知道你在公司加班，老板就会觉得你是个好员工了？我告诉你没用，你自己有多少本事自己心里清楚。人要有自知之明。金副总，行了，没事儿，以后有事儿你吩咐一声。我也是从助理出身，我这就给您腾位子。姐。 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，但是咱们以后还在同一个公司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能把那东西关了吗？吵死了！怎么了？你瞧你这一天一直挂着个脸，情绪一直不高啊，真成东提糊涂麻雀了，气性也太大了啊！发生什么事儿一天都不高兴？挨欺负了？谁能欺负你啊？你一个人能干过一个团？我也有那个本事，我自己早当老总了，我要跟这受这个气，流年不利，举步维艰。哟，这受什么气了？气成这样了？是 Jenny。 你俩不就是职场斗争吗？你呢就左耳朵听完，右耳朵给他放了就完了。他对我动手了啊？他打你了？他没有打我。啊？他把我降职了，把小金提上来了。小金现在是副总了，我是小金的助理了。以后我给小金要递茶倒水、拿快递、打文件、给他点外卖，还得给他订机票，这些活都得我来干了。你说就是那个小金啊？啊。 Jenny 怎么踩我，我都认了，这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。可是小金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他是我一路带过来的，我从小贝利那个项目就开始带他，一直带到现在7、8年了，在我手底下。他当时入这行的时候什么都不会，全部是我手把手教的，等于我在我自己身边养了个白眼狼。我平时对他就跟对自己妹妹一样的，他也对我姐的，甜言蜜语的。我一直拿他当我自己人，我拿他当我的心腹。结果呢，他是 Jenny 的奸细，等于我说什么 Jenny 全都知道，他全告诉 Jenny 了。人心怎么可以这么坏的呢？你说。 每年申请奖金，我都给他提到最高的一个级别的。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拿那么多钱，我说小金的钱我一定要保证。我对他这么好，他说变心就变心，我真的想不明白，怎么可以这样的呢？我跟你说，我跟公司请了1个星期假，我这1个星期不去了。我得有我自己的态度，我不能让他们当软柿子捏。我等到公司转不动的时候，他们再来找我，我再去。我支持你。 你说气不气人？气，确实。不要脸！小童啊，小鬼，别那情绪嘛。哎，行了，你别说是这个请假1周休息休息，你就把工作辞了，我也支持你。你老公很快就升职加薪了，知道吗？将来你就跟家当阔太太，让方一凡也当富二代。 啊，好了，你跟家好好休息2天，休息行不行？哪能休息得了啊？家里这么多事儿，孩子这么多事儿。媳妇儿，你这个人呀，就是不放松，想为了公司想家里，想为了家里想公司，咱还得过生活呢，轻松一点。这样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咱俩今天2人世界，出去看一电影，行不行？ 没心情，还要找房子，那就出去吃个宵夜，来个小火锅。晚上吃那么多，吃什么火锅？减肥。咱找个什么 SPA 啊，按摩的地方。哎，我还真有个地方。哟，你早出来了。啊。舒服点了吗？还行。 不过大晚上跑这来按摩太耽误事儿，还有2个电话会呢。这不是让你放松放松吗？在家你给我按2下就行了。在家按啊？那洋洋不还得做作业呢吗？你们这爷俩一碰面就吵，那作业还怎么做？行，以后我躲着他点儿。你看看你这话说的，跑这么远，你跟人办过卡呀？宋琛带我过来的，当时打折又便宜，他说这儿离他家近。 离他家近，以后你跟他一块儿生活。行啊，可以啊，那你跟乔卫东一块儿过好了，反正你们俩那么好。方圆儿，老纪，哎，洋洋妈妈，哎，方一凡妈妈，哎，这对上号了，这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太太童文洁，季胜利，我发小。季局长，你好，你好。方圆老提起你说你们小时候一块玩的。我爱人刘静。 他是方圆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老季跟我提过你。哎，是。哎，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儿按摩啊？第一次来，离家近方便。你住的附近啊？啊。哎，哪个小区啊？书香雅苑，我们在这儿租的房子。啊，你们也在书香雅苑租的房子啊？对呀，这不是为了孩子嘛，离学校近一点，每天早上还能多睡一会儿。是，现在高3了，少不了晚上一会儿要熬夜，然后早上还早起。对呀，分秒必争的。是，现在真是刻不容缓。 1分钟都耽误不起。哎，我们俩加个微信吧。啊，好，来，哎，你们也加一个。好。哎，我扫你啊。好。稍等一会儿啊。你扫我。这个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行，接电话。喂，哎，张主任。文杰。啊。哎，你等我一会儿。 我这个信号不大好啊。那行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嘞，你回头聊。行，好嘞，哎，再见。好，一会儿见啊。哎，方圆，那改天见啊。哎，好嘞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还有点事儿。行，好嘞，拜拜，再见啊。好。哎，你看，人这么大领导，人也在这儿租房子。那怎么办？为了孩子呗。哎，你微信加了吗？ 没有，他不是接电话去了吗？关键时刻掉链子，韩正，苏迪。啊，您稍等。老大早。好嘞。哎呀，交通便利，最好是有简单装修，环境舒适，价格也合适。这不瞅瞅啊。老大。哎呦！ 你这嘟囔什么呢？你怎么老是一惊一乍吓唬我？上网看看房子。你要租房子啊？啊，那怎么办？孩子上学就他近，得租个房子，没辙呀。老大，这上面啊房源特别多，挑起来特别省心。我好好寻觅寻觅。不过这要我说吧，老大，你这马上都要升职了，你还租什么房子呀？直接再买一套，是不是，方总？你别逗我啊！哎，你觉得靠谱吗？那当然了。嘘，小点声。哎，小点声。你看你呀，你这老员工，业务能力强，管理能力又不差，人缘又好，这还刚立完大功。从来不畏惧梦落空，命运之光照会我越走越勇，哪怕要从高处俯冲，坠落摇晃唤醒我的峥嵘，乘风踏浪，哪怕昨日孤。 执着前方，像野马般拖着，直击梦中的长空。若一望无涯，你的笑却灿烂如霞。你消失的话，全都实现了吗？时间是最好的回答，勇敢把盛放的。